个是这个是第一次来到女校，哇，太嗨了！对，而且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山女高，而且最重要，这是这个是主持乐团第一场校唱，耶！哇，来到女校就一定要来比较，比较要人气，对，因为我们四个是最小心眼的一个团体，最幼稚的团体，对，而且大家都说小马人气最差。我倒想要今天来看看小马是不是人气真的最差。对，好，我们就用尖叫声来分出胜负，好。好，那我们就自我介绍一下哦。待会同学听到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，就用你的尖叫声来支持那个人，好不好？好，首先第一位是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ircus， 一直被人家笑没有人气的吉他手小马。消息，不然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